去找九天玄女的路上，希望她可以送我为徒。我现在已经上升到700公尺，继续上升，上升，800公尺，上升，779，上升，上升，793，九天玄女，现在808公尺了，我超过九天玄女的高度了，下降，下降，每一步都很小心，怕死。Thank you.